body is absolutely perfect. Thanks. You know, I really hope I get the chance to take your picture sometime in the future. Of course. Really? Anytime. You know, I'm going to be moving to Beijing soon. Won't you go back to America? No, no, no. China has way more opportunities to make money than America. Okay. What can I do for you? That'd be fantastic. Yes? That'd be great. You know, 7 years ago I was stationed here, and I came into some money. A lot of money, actually. So I'm preparing to open up my own company now in Beijing. What about you? What do you do? I work in real estate. Really? Mm. That's great. You know, I would really love to talk business with you sometime. Anytime I can do it. How about tonight? Ma, 你干嘛不回家住啊？开元这个家呢，当初判给你爸了。 家里还有个小的，我怎么回去住？也不知道年纪有多小，我还真想看看。你爱过假扮成吗？这个说了你也不明白。就是因为你们从来不说，我才不理你们。还是不说了。 妈，我问你啊，喜欢一个人需要什么理由呢？很多理由，长相啊，脾气啊，财产。最重要的理由，没理由，不说算了。 爱一个人真的是没理由。当初我喜欢你爸那会儿，你爸屁，就在迎泽路拐角那地儿啊，擦皮鞋。那时候你多大？差不多就你这么大吧。杨总，徐先生到了，那位是徐太太。 小朵呢，在大堂，丽姐也在。他们怎么不到房间里去休息啊？等您过去了。你呀，你开辆车带他们出去兜兜风吧。啊，好。坐，坐吧。 徐先生、徐太太，是吧？情况都了解了吗？啊，不太清楚。所有的资料都在这个袋子里。美国人是在玩我呀，其实没多少钱的事儿，但是咱就气不过。你说现在又是法治社会，咱也不能打人家，对不对？ 真是没办法，来来来，喝茶喝茶。贾总，您还是大概跟我说一说吧。哎，我来沏茶吧。不用，你不懂。我听听情况啊，如果能接呢，我就帮您处理；接不了，明天我们就回北京了。事儿实际上是这样的，这迎泽大厦最好的地段啊，就是1层的门脸和2层，一共是4000平米。 7年以前啊，这个美国人比尔说是要买这个房子，那好，他就2层是1万，1层是2万，一共是6000万。那我们俩就签订了一个买卖合同，他交了300万的定金，然后就进去开始做生意。可是到了下半年，他就跟我说，这房他不买了，这300万定金就算是租金了。那有这个买卖转租赁的协议吗？没有，一张纸都没有。因为当时我觉得租也合算，因为房子总是要涨价的嘛。但是没想到就这300万，他一下就给我混了7年。那当初说好这300万是4000平米1年的租金，对吧？对啊，这7年下来是不是应该是2100万，对吧？但是这个逼样是一混再混，一直拖到了今年，生意不好做了，这要走了，居然拿仓库里一堆婴儿毛巾毯给老子来顶债，你说这不是开玩笑吗？还有呢？没了，就这些，你说气不气人？ 太气人了，真是！可以诉讼啊，诉讼有个屁用！他在国内的资产就是那堆毛巾毯。再说了，我们就是在中国把这个官司打赢了，到了美国去还要打。你到了那个地方，你就是再有理，那钱还不都让律师给挣去了吗？咱耽误不起那功夫啊！我是什么辙都想了，都没用。最后就想到了。 请你们这些在美国有房产中介资格的人来试试，美国人的路数你们应该知道有几条吧？就一点，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咱要争这口气，知道吧？行，我替您琢磨琢磨啊。行，喝茶，喝茶，来，谢谢，谢谢。 你面相不错呀，啊，咱俩是有缘分。这种事儿还看面相？嗯，当然了，你不管做个什么事儿，都得看看面相和属相。你属什么呢？属马。属马，那咱俩合呀。我属狗，虎马狗那可是大3合呀。我女儿也属马的，你知道吧？你们俩也合，但是我老婆就不行了。我老婆属龙的，我们俩犯克，你知道吧？这事儿你不信不行。 那个我属鸡跟属马合吗？属鸡和属马的那就一般般了，但是你们俩一块做个生意还行。贾总，我跟小朵是朋友，这您知道吧？这我知道，你们不是一辆车来的吗？对对。还有，这美国人比尔现在还在太原？不是，就在这儿啊，就在这个酒店住着，我好吃好喝的供着他，我不能让他走啊。还是那句话，钱不重要，主要是要争口气。 到时候你们的酬劳100万行不行？美金还是人民币啊？人民币啊！如果多少还能要回来点钱的话，那你们1半我1半，行吧？您太客气了啊！如果这事儿处理好了呢，我那公司都有提成了。我知道有提成，但是我刚才说的那2笔钱也在那合同里啊。你到时候看看，我这个人做事规矩啊，不像那美国人。你看完了以后签个字就行，这个跟三和房产公司是没关系的。 我先看材料吧。啊，好的好的，反正到时候，阿龙会带着你们去见比尔，好吧？行。小多，你爸叫我呀，带你兜兜风。我自己兜得挺好。你爸真的很忙，他马上就下来了。全世界都比我重要，他找我来干嘛呀？啊？哎，你爸跟徐先生谈事呢。徐先生。徐天啊。 不可能！哎，徐天啊，接这个生意啊，是咱们的房产，咱们家不是楼房多吗？你回去吧，啊，龙哥，我自己兜两圈就好了。我回去，你自己走。那你爸不把我炒了才怪呢！啊，你这车吵死了。那咱换一辆电动的，啊，贾总，董儿，来。 上车，爸带你兜风。你愣着干什么呀？上来啊！说话呀，咋了？我跟你说啊，你爸我就是再结3次婚，你照样是我女儿，你知道吗？ 不是你说的这事儿。你要是觉得在北京生活不方便的话，给你买辆车，好吧？在3环以里再给你买个房子。哦，北京是限号，那就买2辆车嘛。行吧？停吧。 我要的你们都给不了，坐地铁挺好的。国内这种大款多吗？哎，这钱也太好赚了。 你刚才也听着了，这钱不好挣。喂，怎么不好挣啊？争口气怎么也帮贾总挣了呀？哎呀，虚的100万已经到手了，这样呢，咱们再要回点来，一人一半。这种事儿，有条件也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你先让我琢磨琢磨啊，回头再跟他们谈。我帮你琢磨琢磨。 你就别瞎琢磨了，再坏了事儿了。我怎么就坏了事儿呢？你忘了我在美国也有房产资格。再说了，哎，咱俩刚结婚那会儿，为了赚钱，咱俩还打过配合呢。这听着钱数，两眼放光了。哎，我帮你，这样呢。 赚了钱，咱俩一人一半。根据多劳多得分配，你揽的活儿，我不管出多少力，你拿大头，我拿小头。哎，你离婚的时候净身出户，什么都没要啊！回来北京，你又没房又没存款，我帮你赚钱，全是你的，这也算我给你的补偿。好像这钱已经挣着了。 方顺，我吃饭去了。嗯。你好，新外科。吃了吗？哎，那个护士长给我打去了，在小花园给你叫了外卖，拿上。什么好吃的呀？啊，6。哦，那走吧，拿进去吃吧。你就在这吃吧，我有事儿跟你宣布呢。嗯，好。哎，那是吃了再说，还是说了再吃？你先尝尝吧。哦，行。哎，黄叔，在这儿吃呢。对啊，你这徐大夫就喜欢这儿，环境好啊。 哎呦，都是当家三姑娘了吗？赶紧吃饭去吧。说吧，什么事儿？嗯，我玩完这把的。你又徒有你的斗地主。行，咱俩一段。还有币吗？回头我再给你充点儿。嗯。小看我是吧？我现在每天都能赢到免费的红包。你真的假的？这么厉害？ 赢了，来吧，咱说正事。好，你说。嗯，我妈呀，跟我谈了，我觉得我妈说的挺有道理的。嗯，谈什么？大概其的意思呢，就是说你人很好，条件很好，主任医师要相貌有相貌，要条件有条件。 要能力有能力，但是我呢，岁数越来越大了，如果再不跟你结婚的话，不出半年，你肯定会另找一个的。到时候我要是再去参加你的婚礼，也就只能跟你做朋友了。我呀，我觉得美兰阿姨说的也不是特别对，我有不同的意见。首先，我条件好，我承认，但是你条件也不比我差呀，对吧？你在我眼里长得就跟天仙一样。 所以我不可能跟别人结婚，也不可能娶别人的。我也有不同意见。怎么样？我查过了，那个游戏机是4800，这是5000块钱还给你。什么意思啊？我觉得我妈说的有道理啊，所以我打算跟你结束这段不清不楚的关系，以后咱俩就干干净净的做朋友。 你等会儿，你这事儿为什么要反着想呢？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理解方法呀。你妈是劝你赶紧结婚，不能再耽误了。嗯，我妈是一语点醒梦中人。 那不出半年你就另找一个，到时候咱俩连朋友都做不成了，多尴尬呀！半年以后咱俩就结婚了呀！我不想那么早结婚，这还早吗？那你想什么时候结婚啊？你能坚持多长时间啊？那你得给我个时间吧，没有时间我怎么坚持？所以说半年是对的。那照你这么说，我半个月我也坚持不了啊！喊什么呀？我就知道你会喊，所以我把你叫出来。 真受够了！以后咱连朋友也别做，好吧？嗯。啊！游戏机送给你。你干嘛呢？吃饭呢。吃完了吗？吃完了。饭后摆摆走走去。啊？我让你。走吧。哎哥，这事儿你得给我主持公道吧。我现在是你妹妹的人了，可她现在要抛弃我。我现在没工夫。什么意思啊？忘恩负义啊！别忘了我是你的救命恩人，怎么着？这人活过来以后，你们比谁都忙是吗？什么情况？哎哥，你给我评评这个理啊！ 我这边我没招谁，没惹谁。豆豆非说我半年以后要找另外一个，他要现在跟我结束，你说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都。你找一个。什么？我找一个？我怎么可能再找一个呀？找一个，豆豆就来劲了。啊？挂了，我在太原呢。主任吃饭。啊。 大刘，你有男朋友吗？怎么，你要给我介绍啊？我就问你有没有吧。目前没有啊。我喜欢妇产科徐豆的这事儿，你们都知道吧？ 全院都知道呀，至死不渝，海枯石烂。好的，那你对我的人品应该比较放心，对吧？我对主人的人品放心啊。他们俩要走啊？不是说好了上午一会儿谈事儿吗？一会儿就谈。这都走了还谈什么呀？走不了。我们昨天订了。 的飞机票，稍等一下啊。嗯，取消了，飞机取消了，是您的机票取消了。谁取消了？I don't know. I think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 card. 我们的护照给我。您的护照不在前台，在哪儿？非常抱歉啊，安妮女士，您的护照被总裁拿走了。 我抗议！你们这样一个多个月。What's happening? Okay, they still have our passports, but the flight got cancelled. We need to call the police. This is not right. No, it's not gonna be any use. 你怎么会给我的护照？ 护照给你留下。明天中午贾总在酒店结婚，希望你和太太的光临。这俩谁头？男的比尔是老板，一句中国话听不懂；女的安妮是翻译。请坐。 我叫徐天，帮贾总和比尔先生处理英泽大厦拖欠款。So is he police? I actually don't know. He doesn't really look like a police officer or something. Detective, no? It doesn't matter what problems we have. We are still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你代表贾先生个人，还是你代表官方机构？ 我代表北京三和房产，一家房屋中介机构，来帮贾总跟二位沟通。啊 ，I don't think he's of any importance, to be honest. I think he just wants to make some money. 比尔先生，所有材料我看过。 多次违约，已经触犯了中国法律。我们可以很公平的开始商业申诉。那样的话，贾总那钱就遥遥无期了，我也就挣不到什么钱了。He definitely just wants to make money. Well. That's good, actually, because I know how to deal with this kind of person. We'll go to our rooms, we'll let him find us later. He still has our passports. It doesn't matter, trust me. I understand these kinds of people. China's full of them. Just wait until sundown. They'll come looking for us, I promise. 我们的护照可以给我们吗？我还没有替贾总跟比尔先生沟通好这件事情呢。 你可以开一个价格，我们得到护照离开，你得到钱。这可以考虑。He thinks about it. Let's go. 妹妹，你得加强锻炼身体了。这身体锻炼这么好干嘛呀？啊，学弟，连小跑都费劲，锻炼好身体可以照顾他呀。你确定？你这身体就照顾他呀？我保证，痛改前非。你保证，人男的不保证。我的心里只有徐天。 徐天心里还不定有谁呢。哎呀，你怎么了？累了。哎呀，Your body is absolutely perfect. Thanks. You know, I really hope I get the chance to take your picture sometime in the future. Of course. Really? Anytime. You know, I'm going to be moving to Beijing soon. Won't you go back to America? No, no, no. China has way more opportunities to make money than America. Okay. What can I do for you? That'd be fantastic. Yes? That'd be great. You know, 7 years ago I was stationed here, and I came into some money. A lot of money, actually. So I'm preparing to open up my own company now in Beijing. What about you? What do you do? I work in real estate. Really? Mm. That's great. You know, I would really love to talk business with you sometime. Anytime I can do it. How about tonight? Okay. At a bar? Mm. All right. Mm. Deal. 别人怎么说呢？他们压根不回美国。不是他不回美国，他去哪儿啊？ 说弄了一笔钱，准备自己做老板，去北京开公司继续骗。那自己不是老板啊？总公司派驻太原给 CEO 打工的。你干嘛呢？冲个澡。行，那一会儿再说吧。哎，就那老外晚上说约我喝酒，我要拿下肯定是没问题。我说这事儿你别插手啊，至于拿不拿得下是你自己的事儿。嗯。 什么情况、啊？我也刚知道这门是通着的。哎，那你回去吧。干嘛呀？老夫老妻的，至于吗？门关上，我要冲澡。切，就跟没见过似的。什么破酒店、啊？ 喂，妈。哎，太原好玩吗？哎，不是来玩的。哎，小白退房了，你知道吗？知道。回美国了，他。跟我来太原了。啊？那贾小朵呢？在啊。乱不乱呢？有点乱。这小白是贾小朵叫来的，我事先也不知道。不是，那你到底怎么个打算？ 办正事儿啊！我告诉你啊，你的正事儿就是跟贾小朵处。啊，人家就是一孩子。他把小白弄那儿去干嘛去呀？他什么意思啊？他想让我们复合呗。那你可得想好了啊！没什么好想的，您就甭操心了啊。哎。 张美兰，这信息啊，是发给刘兰芝的。茶就别喝了，我正好过东城来，和你聊几句。刘了之后，就在这啊。 刘兰芝，家里没人也不锁门，你干什么呀？你吓我一跳！你小点声儿，人家正睡觉呢。大下午，美国人。你行，上我公司等等去啊，个把小时就该起了。啊？改日吧。改什么日啊？ 这好不容易来一趟了，这怎么着？等会儿能死啊？你这哎，人家刘兰芝信息发给你好几天了，你要么不回音，回了人就到，好全候着你。不是你喊什么？我喊了吗？他也醒了，算你喊的，我喊的。别嚷嚷，走，走。请进，请坐。那这喝点什么茶？我记得你这屋子怎么有点别扭？怎么别扭了？啊？婚姻介绍所啊，听着好像不正经地儿似的。老梁。 我就当你是天生不会说话，不是故意的。我妹妹兰芝看上你了，我犯不上一天到晚跟你这儿斗嘴。我也没想啊。今天约你来呢，是想说说咱们两家的事儿。那到底是你约我，还是刘兰芝约我呀？我打着刘兰芝旗号约你，行了吧？ 用不了你几分钟，耽误不了你黄昏恋。什么恋不恋的？我们是正常交往啊。好，哎，我儿子跟你女儿之间有一段误会，我道歉，先道歉没见过，退一步海阔天空。 让一让，看开点儿，先道歉。我儿子跟你闺女之间的事儿，是我儿子的不对。我也没想到，就这小白，他这前妻从美国回来了，更没想到，哎，在中国，他们的手续还有效。 说白了，也就是我儿子现在等于法律上还有老婆。我知道，你知道，归你知道，但我不能装傻充愣，是吧？咱们做老家的，咱得把这事儿挑开。我听说你还打了你闺女了。从小到大，头一回。 这事儿咱就不论了，但是跟你说实话，徐天也不知道小白在屋里呢，洗澡呢是吧？是啊，啊，让我给撞上了。你说你我咋的？我要不撞上，事情能真相大白吗？你们能主动交代这个事儿吗？啊，是，这事儿绝对就是我儿子的不对。完了呗，是吧？哎。 你徐天知不知道小白在里头？小白在里头也是应该，是吧？法律上的合法夫妻嘛，对不对？但是啊，这事儿你就别再说你闺女了，好不好？她够难受的，我儿子也够难受的。 你好，你好，请进。I know, but we still need to stay and tie it on for a few more days. That's just the way it is. I mean, the Chinese people don't like to discuss details in advance. There's no way around it. Would you like some coffee or water? Huh? 你要喝咖啡吗？ Sorry, I'm just saying. 喝水就行。啊，水。Okay. What I tell you, huh? Before the day was up, they'd come looking for us. Also, I'm sure the funds have been transferred. However, the bank hasn't given us a receipt. They haven't given us a confirmation code. Now, the interest has been paid just as Mr. John and I discussed, but there's no confirmation number for it. That's just the way they do things here. I know, but Mr. Zhao was really upset about the last time. You still remember 7 years ago when we broke the real estate purchasing contract. He was really mad about it. I've spent most of my energy here just trying not to get sued by him. Okay. All right. Yep. 我们的护照会给我们吗？你们出什么价格？ He asked us how much money we want for the passports. Just give him whatever he wants. 比尔先生欠了贾总多少钱？ He asked for the interest of Mr. Jia, how much we owe him. That is none of his business. I think he's going to use it to raise the price. To be honest. No. The American side has already paid that. Ask him if $1,000 is enough. 我们不用付钱，我们给他东西。哦，贾总同意了。不用考虑这个问题，把我们护照还给我们，这多少钱？在中国，要你们钱就违法了。中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度，来去自由。What does that mean? I have no idea. 我想跟比尔先生交个朋友，我们在一起可能会挣到更多的钱。He's actually asking you to make business with you, to make money with you. Sure. All he needs is a good idea. Chewy. 我有一个计划，如果比尔先生感兴趣，我们傍晚的时候可以谈一谈吗？ He asked you to meet him tonight to talk about the idea. Unfortunately, I already have an appointment for tonight. How about you meet with him, all right? I think we need to get out of here as soon as we can. We have our passports. China is a free country. Okay. Okay. 晚上见。那。 现在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吧，俩人都不来往了吧？那咋来往了？好好说话。不来往了，那不就完了吗？是吧？俩人都好好的，各找各的。说到这儿了啊，我也跟你道个歉。嗯，我听着。这事儿其实啊，我闺女也有问题。 什么问题？哎，起头啊是她不对，怎么不对了？是我闺女先主动对你儿子，但是你儿子有媳妇这件事儿，他确实不知道。不是你等会儿，他怎么主动跟我儿子了呢？他们俩本来也不认识，是不认识啊？这不头一次吗？说我来相亲。 其实啊，这是我来相亲那次啊，哎，他们俩人啊，就在你们小区的外边碰上了，哎，我女儿呢，就是比较主动吧，这哎，我儿子比较招女人，招啥呀？哎呀。是有内在原因的。什么原因？啊？啊？嗯？这样就喜欢呗。不合适，他们俩。哎，真是一点也不合适啊。是啊，所以呀，现在不是挺好吗？你瞧，咱俩要这么聊天，多省事儿啊。 咱俩还是有共同语言的，对不对？你是在哪儿退休的？是呀，我丰台分局，就是那部队那时候一转业，我直接就进公安局了。哦，你哪部队？说番号你不知道，就是二炮司令部。你二炮的？嗯。我二炮大院长大的。你？啊。我咋没见过你呢？我还没见过你呢。 我在那北小门站了3年岗。北小门我虽然不常走，但是我也去过呀。不可能。